本地圈校园报报刊，今天是我校大三角日新读中2015年的家长日。家长日是我校的常年活动之一，其目的是为了让师长在孩子的学习路上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。与此同时，各班各显其招，如现场演奏、舞蹈等活动，为家长日的庄严添上了一丝轻松色彩。而高三文商班也借家长日进行奉茶仪式，以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，充分体现了家长日的含义。校方也在当天举办了书展与献血活动，同时安排初一级家长参观英语中心，场面十分热闹。配合一年一度的家长日，所以呢，我们班上同学以及我呢，就一个公司，就是想要有一个美好的、不一样、特别的这一个家长日。家长呢一直以来都是无私的奉献，从他们小孩子呢，就是孩子们呢一出生就牵着他们的手一直走，如今孩子们已经走到了高三。他们有一个发表的平台，可以知道说他可以讲出他们对父母的心情，而且自己的学业会怎样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了。Astro 本地圈校园报报看，学妹郑晓彤，大三角日新独立中学为您校园报道。